何帅气的起床来。什么？干嘛？哇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为什么有种很恶心的感觉？来，慢动作，慢动作，给他看一下。帅，苏有朋，有头有脸，这个有，有有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有了，有了，准备要放案的，要放案的。生命当中充满了想象，要方案。怎么会？那那个挤牙膏是直接啊？哦，是牙膏哦。我刚刚以为是示意啦。哎呦，强力！最帅的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发现手势，有有帅到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直接吸。然后这样，这里怎么这样猥亵？干嘛？很 man， 很 man 啊，很 man 啊！直接吸，那口应该蛮大口的。对啊，能量也能量很凉。满头疑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满头问号。啊，那个我嘞，好看。好猥亵哦！动物频道的头，这个脸还蹲马，而且用侧面。为什么要这个姿势？魔术，魔术！你要不要再勾一下耳后？表情很享受哎。对对对。哎呦！好，掌声鼓励。长得好看，谈恋爱是随选的，但长得还好，就是哎，没得选。这样没得选啊！怎么这样子？没有，其实我们面对现实吧。对，我们当然是。加油，大哥，加油！以前可以，加油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！哎，我们阴性，我们阴性。对，大家都很健康啦。其实啊，我们当然自己很知道自己的长相是怎么了。好笑，好笑。不是，那我们的感情的这条路上始终是坎坷。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谈恋爱也大概也了不起，已经有二三十次，但是几乎95%以上都是悲剧收场。哦，那我们又自卑。其实我上节目很多次都，我个性比较自卑，怕人家瞧不起。那我们也只能用金钱买礼物去取得哦，用金钱当然也不可能说买多少的贵的东西。你今天讲这种怕人家瞧不起这个话，我心里面有感触的。你等一下，原来你看出来了。喂，我们没有瞧不起你，没有啦，只有你。不要这样了，宪哥，他这一生的爱情，交过30几任女朋友，通通是用买的。刚有讲到，这其实用钱，其实这样讲其实是月租情人，月租情人没有租了，其实也算。哎，就跟这些了。用钱去买感情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们这种长相，因为带出去也不体面。对，所以就用买礼物，所以也后来也造成了我的卡债，那个时候负债很多，然后被劈腿。其实我们也没有讲说一定要被什么劈，因为没有男未婚女未嫁交友是公开是公平的，是的，但是就常常会就是遇到翻船，在吧台在酒吧里面上班，女朋友 bartender 最后好不容易追到了，花了好多钱去追过来，花了好多钱，真的啊，我不骗各位，哎，那个时候超多久？那个时候一个通告6000，我愿意分一半给他，因为他也是服务生，天哪，他赚的就不多，好 man 哦，哎，然后买手机给他，给他买手表、买衣服，随便选、随便逛，天哪，然后。后来他居然还被我的客人抢走了，就追走了。哎，很夸张，还在那一任我还老板娘还不敢讲，怕我崩溃。那是我亲眼在路上看到他们手牵手。哇塞！哇，那个痛，所以我们后来已经麻痹了，被甩习惯了。甩习惯了，对。那女生我还跟她讲呢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跟他人不错啊？”嗯，没事啊，他人真的对我很好啦。那如果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。我会考虑养一条狗。喂，哎，太难听了。什么话？真是又是养狗。本来我还学会去学接飞盘，还没学会他就把我甩掉了。不要放弃自己。现在会不会在浴室里面大便呢？现在我会有要有报纸，羞耻圈脱掉，羞耻圈脱掉。喂，你怎么也在吉娃娃？吉娃娃。人丑工作就靠努力，人美工作啊完全不费力哦。真的吗？来，真的人丑对工作会有影响吗？不会啊，人家还得到金钟奖。男配角，男配角的肯定。其实我一直认为金钟奖那个真的是运气，运气它有天时地利人和。这我们知道啊，真的。但是我之前都是演，我是龙套之王嘛，都是跑龙套。那有一次难得有一个男配角，结果我们就去试，然后试了之后呢，哎，很难得有个比龙套还在好的角色，试了半天就没有一直没有 feedback 没有回应，那我们就是哎去打他说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刚好里面有事有认识，露露那个你们那个案子到底现在怎么样？打探一下，他说很抱歉马哥，那个
导演他觉得你不好看，就这么简单直接，又这么粗暴。其实他们一直说啊，可能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，还有别的角色。他最后就讲说，马哥，这就是，导演可能那边认为你比较不好看。聊都聊得开心啊，但是最后他就是把你踢掉，就是长相问题。没有，这个 OK 啦，我们喜欢曾小人，还不喜欢我。可能不符合那个角色。他就直接讲，我说真的吗？他说啊，就是人要掌握自己的优势，对不对？人正生活就没有烦恼，可是人丑哦，全身上下都是困扰啊。我是一个会走心的人，那朋友常常就是在讲话无意中就是叫他也是开玩笑说啊，你长那么丑，你还想要，我还想，我们总是男生会想说，哎，我喜欢谁喜欢谁。他说你不要想了，你不要笑还好，你笑你看你那口烂牙，但是说真的，其实听了听久也就习惯了，你就不会走心了。是，现在已经走到胃这里，所以胃溃疡。其实慢慢就习惯了，就是我就是丑啊，不然怎么样？但是慢慢就想办法用才华别的方式来。就是等幽默感，放弃已经听太多了啦，硬酬的习惯就好了，与丑陋共存嘛，与丑共存，跟病毒一样。